新的一天迎接新的开始。穿一件新买的衣服，尝试自己没有体验过的风格，画上新的眼妆，让今天的你看起来特别不一样。用新的方式宠爱自己，因为你值得这样对待自己。走一条新的路，展开一场华丽的冒险，看一本新的书，为自己灌溉新的想法，给自己一个新挑战，因为你相信你可以。养成一个新的习惯，设下理想生活的起点，种一盆新的植物，给生命一个新的定义，接受一切新的事物，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。新的开始才能在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，新的自己才能开启未来更多的可能性。 Vita Beauty 新装上市，玫瑰石榴胶原饮 HA 莓果叶黄素各大通路热卖中。